是怎么又开始摆弄上了核桃了？嗯，好几天没有。行行行行，起来。什么呀？给床整整，我好那啥。哎呀，你把你看你这个床一天到晚整整整整整。起起起起，那赶紧起来吧你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咋的了又啊？我了个去了，这搁前面看是个人，搁后面一看嘛，个大舅牛牛那个熊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这什么穿法？上面是过夏天，下边是过冬天啊？啊，我怎么我下边是怕冷不行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！我说那个大腚牛像个熊似的，你那个大腚它牛像个熊似的，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怎么有毛病？一点毛病没有啊！你看，哎呀，你好，哎，肥的跟猪似的。哎呀妈！最起码我们敢于承认，我就肥的像猪，怎么你敢承认吗？你大腚牛像熊似的，怎么了？给点脸了是不是啊？怎么了？这两天给你点好脸了是不是啊？你敢滋滋个炸翅，我炸翅怎么了？行，我炸翅咋？哎呀呀呀，咋回事？哎呦我的，哎呀，踹我！你怎么回事？你现在这长纹儿，敢打我？打到死你！你他妈嘚瑟你！你看，你看，特别像熊，熊二，赶紧走，快点。走一走，你上这屋。你这干啥？你跑这屋来干啥？还闭个眼睛，手里拿个核桃，干啥？你管不着。搁这屋悔改呢？哎呀妈，我没弄唠悔改，我只不是把事实说出来。什么事实？哪来的那些事实啊？还踹我一脚，啥意思啊？啥事实啊？啊？怎么说大腚牛像个熊似的？我怎么大腚牛像熊似的？那你的大肚子填像什么？像猪八戒啊？嗯，怎么像猪八戒怎么了？我们像猪怎么能吃能睡活不累？怎么了？像人哎呀弄，还不敢承认？谁不敢承认了？我本来我腚也不大呀，老说我大腚，天天说我大腚牛牛，你烦不烦人？哎呀！大就大呗，那还是还怕承认呢？这一天到晚的弄，哎呀，我说什么了？老公说也不是别人说的，你看啊，还至于啊？不是，你说不说我就不愿意听啊，我就一说我这就烦躁呀。再说那你踹我一脚干什么？我喜欢，我高兴，怎么了？没人给你计较了，哎呀，快点走吧。干什么走啊？睡觉呢。哎呀我怎么了？我什么啊？啊，两句半话红啊，打一巴掌给我个甜枣啊！谁打一巴掌给你个甜枣了？你看我还没给你找你算账呢，你咋那么小心眼呢？啊，我小心眼。走了，睡觉了。前面哪去？哎妈呀，你现在有没有点玩意儿了？你怎么那么小心眼？我就小心眼，怎么了？想喊我就喊我，哎呀，好事都给你了。不是，你咋那么小心眼呢？怎么小心眼？就你还不找什么炸猫？你踹我一脚，我还没给你记记呢，我还找炸猫？走走走，睡觉吧。走了，走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最后一次啊，就看人面啊，哥，我看人面，你给我搭理我都不搭理。好好好，看儿面子上，好，好，行了吧，行了吧，啊，你能耐行了吧？走走走，睡觉去。扶八戒起来。啊，猪八戒起来吧，来，那你是不是应该猪八戒背媳妇儿啊？不行，你看。啊？大熊腚太沉了，我背不动。来，走。